他们怎么了？他们刚从屏东回来。屏东？屏东照片拍太多了，手都脱臼了。那里到处都可以拍照，怎么拍都好看。他已经爱上屏东的猪脚跟海鲜，怎么样都忘不了。他现在很想吃，可是他吃不到。屏东真的太美了，他回来之后就变这样咯，整个人都呆掉了。屏东就是这么有魔力。我要去屏东了，拜拜。等一下，我也要去了。